三二一，对，可以稍微等一下我们的开了吗？开了吗？开了吗？卡了吗？哎，卡了，好像卡了。对，一般人都是来了没有卡？大家都进来了，来了来了，可以稍微。Hello， 现在624个人。Hello， 大家好。哦哦。好，一千了，我们开始吧。嗯，然后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的直播间。然后今天我们请到了《烟雨赋》的两位主演乔欣和徐正熙，和大家来一起互动。那么先请两位互相介绍一下对方在剧中的角色吧。嗯，坐在我旁边的徐正熙老师在《烟雨赋》中饰演的是劈柴处检教使梁毅。然后我们俩的关系有点复杂，一开始是属于欢喜冤家，对吧？然后后面就变成一起协作探案了。然后在后面他就差点变成了妹夫。然后现在我们两个是正在蜜月期，就很复杂。嗯，昨天已经到了，昨天更新的内容是准备到准备去火葬场。对，大家好，我是徐正熙。那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影星的女演员呢，是我的小媳妇儿，是吧？小夫人苏一婉。对，嗯，好。然后像我们刚刚开始也说到了啊，剧中秋烟跟梁毅他们既是探案的搭档，也是新婚的夫妻，然后我们一定想必就很有默契嘛。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情话默契考验。好，然后等一下我会把准备好的题板给到我们乔妹，然后给观众展示一下。然后徐老师可能需要遮一下眼睛，因为乔妹会把这句话写在你的手上，然后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正确的话，然后只有全部猜对才能够通关，如果答错的话两个人要接受吃柠檬的惩罚。哦，吃柠檬。对对，好，徐老师闭一下眼啊，我们先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这句话。哎，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哈，这句话。嗯，好，他们要不要看一下这个 OK 好。第二个字，四个字的，第三个字，三个字吗？四个字，哦，第四个字，哦，什么？对对，我喜欢侬。啊，对对对，没错。好，我们第二句话会有一稍微就长一点点了。嗯，好，我们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哎呀，这太长了吧？对，有点难哎。是一句话，对，一个问句。嗯，好吧，我来写了啊。嗯，我天哪，第一个字，姐妹这太难了。可以一段三个字，第四个字，四个字啊，第五个字，第一字都没想，没感觉到。我再给你来一个遍第一个字吧。OK， 好，好，来一遍啊。可以给一点点语言上的提示，不带话，不带这句话里面的字的，就是送命题。嗯，你喜欢我吗？不是，很长，一二四六八九个字，然后讲了九个字，像他们有多么的难度很大。然后是剧里面我们到了王府。我在你家，然后我跟你说的话。那第一个字啊。梁毅喜欢的是苏一婉还是秋烟？是角色台词。哦，角色也台词。来啊啊啊！第一个字啊，你好好猜。哎。好，第一个字。徐老师可以睁开眼睛，没有关系，我们的。弹幕没有透题。你会叫我什么？在叫苏一婉什么？婉儿。对，婉儿不如我好看吗？婉儿不如我。婉儿给妈演戏。婉儿喜欢。太难了，这个。婉儿太难了，这个就这点难。就是跟那个差不多了。对对对，婉儿。有功能好看吗？啊，对对对，最后时刻，对，
好，那我们就下一个。哎，这个时候错了一个哦，到时候我没有。对，徐老师可以关，可以闭一下眼睛。嗯，这是一句话，对，也是蛮甜的一句话啊，来了啊，一个字，一个字，三个字，四个字，哎，我就降低点难度吧，你看着我写都行。嗯，这什么字呀？你看我没看着。你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啊。刚才你擦了干嘛？没满血。神奇。啊。神对吧？嗯。不。都。真的。啊，这是什么字？是。像那个台词，你的台词。对啊，刚才生气都是真的，对吧？意思相近了，差不多。对，但是是一个否定句。那输了是什么惩罚呢？我们就直接把柠檬吃了吧。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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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生气不都是假的？对吧？那句话。对。那句话很浪漫，哎呦，把我的心爸爸断了。很浪漫的那个，刚才生气不都是假的？就是一个，你就暗戳戳的在表白，特别浪漫。但是我听到我就，是是是是，哦，对，我再演一遍。刚才，哦，不是，我演。你是男的。演错了。生气，不都是全，不都是假的？你看看，对，徐正熙在生活中的演技很差，真的是。是，的确是。代入梁毅太深了。梁毅很，梁毅真的是很对。没有导演的情况之下，人气是属于很差。不是，是真的就是，梁毅太好了，对，太好了。我们下个灯越来越好看了。来，我们下一个题啊，郑晓老师可能还要闭一下眼睛。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句台词啊。好的，看到了。这个哦，经典台词，经典台词。来，嗯，你别看了。那不能看吗？太简单了。这个不能看，这个很简单，很简单啊，也是一句话，一个字。这是我吗？啊，一个字。这永，我永远是。不对。嗯。这什么呀？我。哦。那句话，这你的台词啊？对，你我永远当你，当什么？对，你的，嗯，你我永远当你的小夫人。对对 对, 对，没错。那么在剧里啊，徐老师更喜欢称秋烟是婉儿还是小夫人，还是秋烟？婉儿，嗯，婉儿更叫更多一些，嗯、对。嗯，好。然后呢，因为追燕语赋的观众们对两位也有很多好奇嘛，嗯、所以我们也征集了一些问题。嗯、等一下我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两位就要根据题目同时作答。好，可能我问出问题之后，三二一，好，两位就比心。但是如果是的话，就在头上方比心，就比大心。好，对，可以试一下。是就是比大心，对。然后否的话，就是在单手在底下比小心。好，对，好。然后我们的题目就开始了，弹幕的朋友们跟上了吗？哇，大家也是刷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对，好，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开始了啊。好，追烟雨赋的时候会开弹幕吗？三二，哇哦，默契。哎，大家，那么两位就是有印象深刻的弹幕吗？开弹幕就想听听那个观众们到底觉得哪儿好玩，想跟大家就是同节奏一点，因为我感觉我还是因为是跟大家不一定一样，因为毕竟是创作者嘛，嗯、所以还想看看大家第三视角。最主要是想听一下大家的反馈好，哎，他们能咳出来我们咳不到的东西，挺好玩的。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也学到很多网络用语，对，叫大佬徐老，你那个什么？为什么？我是
对，就是我，当然我就表演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缺点。对，比如说我就觉得自己经常驼背。对。就是能更好。啊，说什么说什么？我记得说我们邱家人的颜值都很高，邱家女眷的颜值很高，然后还有说你像一只小狗狗。嗯，秋田犬，对，做个表情。嗯，大家快点截图哟！我好像，好像，大家一二三赞，这是一二三三，一二二三。哇，两只秋田犬，对，两只秋田犬。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哦，在拍摄《烟雨赋》的过程中开心吗？三二一。呀、yeah, ，非常开心！大家看剧的同时开心吗？开心，也开心了。嗯、刷太快了、啊，对，大家刷太快了，我真的好喜欢。为什么没亲？因为老夫人进来了，你怎么亲啊？哎，你哎，老夫人说句话特别搞笑。没事没事，没关系的，不就是遇刺嘛，反正就是遇刺，小事情，超逗的，我被笑死了。亲哦，亲了，这还没到，还没到。陈奈。哦，今天就在今晚八点。对。哦，对，对，今晚八点更新的29、30集里面，大家猜一猜会不会亲哈、哦？好，下一个问题是，还跟个人比较有关了哦。嗯、恋爱中的你是主动型吗？三、二、一。哎，这一题不太一样哦。你主动？一旦恋爱了。你主动？对，一旦恋爱了就主动。哦，前期不主动。前期。比较明显，藏着点，嗯。哎，为什么主动？为什么不主动？我觉得女孩子还是要把这个，就是你可以吸引对方，但你不需要去追求对方。嗯、对，追求的事情可以留给男孩子来干。没错。但是女生可以去吸引对方，然后也不要在家躺着等待爱情到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让爱情送上门来，这样的好运不会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对，对，我觉得男孩子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还是要主动出击，嗯、否则就错过了，就像梁毅一样。嗯，错过了吗？错过了，他没有说，还让你走了。但是我是觉得，对，是因为梁毅他很懂秋烟，就是他很爱自己，嗯、然后他爱秋烟像爱自己一样，因为等于说他自己有很多他放不下的东西，所以他不能要求他爱的人。放下那些他想要追求的，这样他梁毅觉得特别自私。虽然我也看到我们西哥就那个精湛的那个哭戏，让我也非常的动容和心疼。作为秋烟本烟还有观众来说、嗯，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是能感觉到，就是梁毅爱秋烟爱到骨子里，还有为什么觉得，他们两个是真正值得永远在一起的灵魂伴侣，就是因为。他们特别懂彼此，就是我们是很相爱的，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也要看到这个万千世界，我们不想要彼此把自己给束缚住，所以我们永远不说出要留彼此的话、嗯、就因为梁毅也做不到放弃他的母亲，然后放弃他现在要身上的责任去跟秋烟走，所以梁毅也没有要求秋烟这样做，但秋烟因为他太苦了，就比如说昨天演到那个，我看到那个集我都又要哭了，就是他要做过生辰嘛，就他真的这辈子太苦了，他永远都只有他自己想要为自己活，爱情诚可贵，但是对于我们秋姐来说真的是自由还有自己价更高，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女孩子，但是我觉得真正相爱的人是不会走散的、嗯、也不能说我们一年两年见不到就要散，或者是不要说我们像现在人就异地恋就要分手、嗯、但我觉得真正的相爱的两个人是我们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我们要为彼此成为更好的人，不要为了彼此放弃，但是依旧他依旧是你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那个人，所以你还是可以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很支持他们的做法、嗯、虽然有一点替彼此难过。其实我要站在梁毅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因为梁毅身上背负了太多责任和担当、嗯、对，他生怕秋烟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无法去承担保护秋烟的责任。 OK， 谁让你保护秋烟自己会擒拿了已经、嗯、所以就是如果真正在生活中我们去爱一个人或者喜欢一个人、嗯、不是去控制，对，而去给他更多的自由，想做他去完成他自己的梦想，对，就是你要鼓励他，然后爱一个人也爱他的梦想，然后要帮他成为他更想成为的人。男人们不要老提出问题要去解决问题，男人们非常奇怪，他们并不喜欢待在家里然后那种普通的想要嫁入好人家的那种平凡女性，但他们却想要把一些独立闪光有能力的女性
娶回家之后再把他们困在家里生孩子，男人真的是好奇怪，你知道吗？男人好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男孩子们，梁毅回，下一题。观众非常非常想知道的一个题目，会想跟对方二搭吗？三二一，呀，是我们的叶知秋夫妇了。就会有想过，如果二搭的话，想要接什么样不同的角色嘛？如果是跟对方带搭档的话，我一直想演一个军人，军人不管是民国的还是现代的，对。那秋，那星星应该，军官的女儿，军官的女儿，所以我们是差辈儿的，是吗？是吗？我是小军官，小军官，军官女儿跟二代军官之间的故事，或者就是民国就是女间谍。对，我还蛮想演民国戏的，而且我觉得西哥也蛮适合的。也好久没有演民国剧了，突然就对，或者是我们可以演那种就是架空的，比如说他演现代的那种吸血鬼，然后我演一个并不怕被咬的那种古代女，现代的就很就是并不怕被咬，你知道那种。嗯，对对对对，那种女孩，然后一起变成吸血鬼，对，然后我们就永远在一起，就生生世世代代啊，那种古装、民国、现代都可以。哎，对，再演个一个轮回，对，这个可以，又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因为我们要经历很多，从可能古代啊演到民国，又演到现代，刚好。下一次轮回，我就是1300岁。对，然后我就天天在翻你前女友们的照片。好，下一个题目是、嗯、比较私人的问题了。网上冲浪会搜索自己的名字吗？三哦，肯定要搜索啊。嗯，要看这个戏播的怎么样，然后也要看看大家对我们的反馈。作为工作来说，然后作为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很好玩。他们经常能，我们好像看着同一部剧，但感觉我们看到的点跟他们看到的很多都不一样。他们太细了，像拿着放大镜一样。我觉得比我们细多了。我拍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大的感触感觉，但是原来。我们每个动作每个细节每句话他们都能放大很多来解释，所以我都觉得我们要如果重拍一遍带着大家这个反馈可能能演得更好，就更深刻、啊、是，但我们的想法会越来越变得越来越复杂，会很纠结，对，特别在情感点，就是不断的积累，然后又在下一部戏可以 沉淀出更好的东西出来，对，好，下一个问题，可以接受女主外男主内的婚姻模式吗？三二一，女主外男主内，我可以，两位的答案不一样哦，可以分别聊一聊。为什么不能？我觉得男女都可以成为半边天，为什么不可以？对，但是你有些时候你必须得守护他的尊严。男孩子尊严，我觉得一人一半没问题，互相去守护。在家好好带孩子，好好做饭，就没有尊严了吗？看这个男生的心理建设了。但至少我是觉得，接受不来，自尊心会受到打击。嗯，对，现在男孩子会这样。其实徐老师会觉得一半一半的婚姻会更好，各自努力，共同努力，然后家庭也各自负责，对不对？乔老师觉得说可以女主外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就是我这么去努力做事情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确定。我会爱上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不确定那样我爱的那个人会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跟我永远在一起，就是我希望就是我很努力工作，如果我爱上一个非常哇富甲一方的人，但我就还是觉得我也很优秀，但是我爱上一个他可能事业还没有很好，或者说所谓的就是金钱上没有办法承担更多，那我觉得也没关系，我也还是可以支持他想干的事情，所以我就在那个人还没到来的时候我就先在努力。这么听起来也很不错哦。就是啊，软饭硬吃了大不了。好，然后下一个部分呢是我们一个看剧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进入了，对，刚刚我们拖了两个题 对不对、嗯、需要拍两张惩罚照片。谁拖了两个题、我们两个不一样。对，不一样。不一样的惩罚。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默契不一样的、对吧，对吧，然后我们摄影师老师先给我们拍一下照片，然后两位可以准备一下，然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截一下图。哦，是在这里拍吗？是在看摄影机吧，看那个吧。
对。嗯，看这个啊，看谁啊？看这个，看看，都对啊，看他。好，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在手机前截一下图。嗯。就因为从前两天开始，我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婚后日常嘛，甜蜜的。然后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段甜蜜的婚后日常的内容，想要请两位艺人一起来看一看。哎，对，可以。中间，直接来点声音吧。对。哎呦，傲娇的。好可爱呀、啊！我求你，你有什么主意？我求。就这，你还想着扳回一局的？反正你不求我，我就不说，自己玩吧。那好呀，那你就憋着，人这辈子不说才好嘛。你就不能服软一次吗？就。我觉得这个最深了，我觉得这个最深了。看这笔段子，金灿灿的黄人眼睛多好看呀！黄人眼闹看，就喜欢贵的。梁大人，不要对的，只要贵的。给我送上门。啊、就喜欢这种财大气粗的。梁大人好好啊，梁大人真好。这一段结束了。我感觉的不是我，好像觉得是别人。大家有没有印象中觉得剧中最甜的剧情是哪一段？刚刚在这里面有展现，还是？哦，我喜欢是，就是我搬到秋妍搬到那个梁府嘛、嗯，然后呢，我发现他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记得我的喜好，就当时其实我们两个还没有在一起嘛，我就发现原来他在我知道他喜欢我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很在意我了，然后他就知道我很多喜好，比如我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然后什么那个。什么样的屏风，就简直就是太把我捧在了心里面，嗯、所以就会觉得、嗯、那颗好甜啊，这个男孩，对不对？嗯，我觉得。皮鞋处赚的多吗？就这么花钱，也真的是很舍得，符合你个人的性格。当然，私底下给了我很多红包。哦。对，然后我当然我最喜欢就是他成为苏一晚之后来到我们杨毅梁府，就是每一场戏每一天，我都觉得是甜蜜的。对，然后因为他从那个开始他就处处为他着想、嗯、所有的一切都是不是玩儿、嗯嗯、所以婚后日常每一刻都会是甜蜜的，真的好甜。我觉得他在那边哭鼻子还说什么我想让他当这个京城里最自在的贵妇人、嗯、就所以我觉得那个秋烟他一定心里在某一些时刻想过要留下来，他一定做过非常多的挣扎，但是没办法，就因为他是就是梁毅爱的秋烟，所以他不会留下来。因为梁毅也知道，就是他给他再自在、再自由，在当时当刻，在当时的那种社会还有那个年代啊，就女性还是会被困在府邸里面的，所以他觉得秋烟不可以，就是秋烟也觉得自己不行了，他太苦了，他得为自己活了，他好不容易都摆平了，他可得出去正经要野一段时间。然后回来了呀，你等一等呀，他回来的。那小夫人走了之后怎么样？你是还有什么二夫人三夫人什么，你要不着急续弦的话，你是不是还给他等一等，你万一他回来了呢？就是突然那种失去感、嗯、失去了失落感会很强大，是的。但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到底会不会回来，他也自己心里没有这个底。像我们男人玩够了都是要回家的，所以到底会不会回家呢？就看今天晚上。今天有到那个吗？没有。那今天反正会有。今天是走。今天我看到那个腾讯视频上面有他的那个标题是说今晚有吻戏，是不是？对吧？对。然后昨天是演到了，梁大人在门口哭鼻子，哦，太可爱了。对。今晚是吻戏。嗯。对，还是。对，我想起来大门口外
门口，在门口。跟谁？怎么会？怎么会送别？哦。嗯。所以，以为你走了，其实还没有走。嗯。对吧？哦，我知道那场。对。嗯，所以今晚有没有吻戏呢？大家20点来腾讯视频继续收看。今晚8点。肯定有吻戏。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在《烟雨赋》最新的剧情里面，秋烟虽然成为了小夫人啊，但其实两人并没有举办正式的大婚仪式，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给喜欢的一个婚礼？为什么？那我编剧啊，怎么会这样？嗯，对，遗憾没写。为什么没有大婚呢？因为预算不够，像大婚得来多少人？没有，因为今天我们就要来大婚贴喜字了。对，我是不是记得好像准备了婚服啊？有吗？这桥段？好，我好像准备了婚服，然后就是记穿戏的，西哥。有没有呢？那还是每周六到周一收看我们的《烟雨赋》就会知道了哟。小孩是谁？哦，你看预告了。我的孩子。大家有什么？孩子问孩子是谁？我哪能告诉你？到时候你不去看了，我们点击量就没那么高了，我才不告诉你。是黑吗？不告诉你。二大，真的吗？真的吗？哈哈哈哈。什么袁大人是不是也搞了一个？很亮。宋锦。可以。二大，我们也希望二大。我们二大的剧本都已经。我们都构思了个大概，希望有编剧们给他填起来。对。然后，那么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给足婚礼仪式感的剪福字环节了，剪喜字环节了。然后呢，这个环节是这样的。首先由徐老师来剪喜字，男士优先。然后一边剪喜字的时候呢，我们乔妹也会跟徐老师提一些问题啊，一些送命题。嗯，徐老师要一边剪喜字一边回答一下。行，好，那我要问问题一：秋烟和苏一晚谁更漂亮？嗯，不要说多漂亮这种话。在梁毅面前，秋烟最漂亮。是吧？苏一晚不好看，苏耀也好看啊。不是苏一晚很温柔是吗？得又端庄啊。这两个人都是一个人，都好看。他俩行吧？嗯，好吧。那秋烟的断能力强还是梁毅的断能力强？谁强？嗯，秋烟断能力的确是很强。对，啊，不是，梁毅的断能力的确很强，但是在秋烟面前就好像不太好用，不太好，弱了一点。就相比较还是没招了，秋烟更强一些。你一个劈柴处比一个古代的，对你画我看未出国的未出阁的女孩都不如，那皇上为什么不用我呀？所以上帝给了你这个天赋。爱情让男人盲目啊！如果吵架，我离家出走，你会不会找我？会来找我吗？肯定会来找你啊！真的？对啊。肯定会来找你啊，毫无疑问。那秋烟走了，你怎么没去找人家呀？秋烟走了，为什么没找？剧本是这么安排的，我也没办法。就不是出于你的心，是不是？不是出于你的心，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先就是、去了。不是说不当劈柴，就不去劈柴处了。嗯，辞职了，不干了。不干了。对，天天陪着他。大表一起写画本吗？他写画本。你干嘛？软饭在家做饭。软饭给你吃了。梁一胃不好。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给西哥提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打出来啊。乔妹可以提给我们的。西哥声音小，大点声说，让人听见。嗯、我们西哥比较腼腆。西哥身材好，这也能看出来？我怎么看不出来？看了昨天那集啊、嗯，哦，就连被子都要把它给撤掉，对、嗯，是不是？是不是你自己把它放旁边的？是浪费了，估计是接戏没接好，是不是？道具被子没带，肯定是没接好。道哥被子没带，所以我昨天就是那场戏只能这么没带被子睡，是吗？是啊，你记得那次？应该是吧？可能没弄好。道哥为了。
为了观众们的眼福也是很努力。杂志拍了，杂志已经拍了，然后明天还要再拍一个杂志，对吧？嗯，明天还要再拍。哎，不对，不是明天，过几天还要，四号还要再拍一个。然后前两天已经拍了一个。有减重感觉，感觉这里要落空吧？这要落空，对。对，还有两减的，嗯。还有什么问题？开门那里是笑场了，没有笑场吧？没有笑场。开门。职场那里就是自然的感觉，现代性太快了，我都看不见。有什么问题你们看得到吗？我们来看，太快了，我们来看，慢慢看。嗯，让西哥展示一下土味情话。好啊。嗯。就是你觉得我们生出来是什么星座的？什么星座的？我们生出来的孩子，我俩生出来的孩子，你觉得会是什么星座的？假设。不知道哎，怎么说？此话怎讲？我们的代表作。代表作是什么？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打出来。我是烟雨布。哦，这里蛮土哎，这个话说点土。还有吗？哎，还有活吗？哎哎，感觉对，我剪错了吗？好啊，这对吗？哎。哎，可以，好像是这意思吧？ 是这样的，对，可以一起拆开看看。哇哦，显得可以。对，我们徐某人非常的贤惠，嗯、还会剪纸，哎，不错不错。梁大人的另外一个技能，剪纸。呀，不错不错。哎，那下一个部分可能就要由我们乔妹来完成了。这个起字，我要是剪不好，我岂不是很丢脸？显得我还没有你贤惠。手工大 PK 作战。徐老师的问题，性别刻板印象。梁毅和秦轩掉水里，先救谁？肯定要救秦轩啊！梁毅那么厉害，他许多要我救吗？哦，也是。秦轩那么惨，都变成我们爱情路上的垫脚石了，你还不救救人家，要置人家于死地？那秋敏落和梁毅落水，就先救谁？我肯定救我妹啊！虽然她时常惹我生气，但我要救她呀。嗯，探案重要还是梁毅重要？探案重要还是梁毅重要？嗯，我觉得探案不重要，嗯，但是自由很重要。嗯哼，嗯哼，就是他可以自由的选择梁毅还是探案很重要。嗯，更喜欢梁毅居家的样子还是查案的样子？也喜欢梁毅两者兼备的样子，这种反差萌真的是让人没有办法抵抗。是吧？就因为我觉得那个梁毅他在梁府的样子，就跟苏一晚在一起的样子，如果直演那边就没有显得他那么好那么甜，但又感觉他平时在外面杀伐果断，哇，简直是啊特别冷面，对吧？然后觉得，但是一到了秋烟这边，他就所有的理智、所有的规矩就都要被破除，你觉得哇，他好爱，那层保护伞就不在了，对，就很变得很柔软，我觉得遇到爱的人就会变得很柔软。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弹幕里面提一提的。有约过一起滑雪吗？争取今年。争取今年。对，今年冬天。上海话讲台词。刚刚有几句话也可以讲一讲，是不是？西哥讲，西哥教我吧。小夫人。侬勇于自我，小夫人。侬勇于自我，小夫人。小夫你，小夫你，就是在上海生活还是不一样。小夫你，发音特别标准，语法还标准。垃圾，真的说。我回上海的时候，他们说我上海话有点洋泾浜。有点什么洋泾浜？就是老外说上海话。啊，洋泾浜。刚刚桑琪，我都有家。不是局部在这嘎。不是局部的。我是局部在干，我是局部，是不是这样说？也是干，嗯。我是局部在干。刚刚升级不是。你昨天到，你昨天去哪里吧？吉森。吉森啊？对。哦，我也是。啊。哦。努力屁股。嗯。字幕君此时下线。滚啥？昨天练过了，今天。滚啥？气爆。锻炼肩膀，为啥不？你做啥练屁股啊？干那啥事体啊？什么鬼？
大家有熟悉上海话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字幕君翻译一下。别乱翻译了，下线了直播。打他这个老男人，半老徐郎。哦，笑死我了。哎，观众朋友们有知道这句话的意思的吗？朋友。哎，大点声。有打什么点心？但没有朋友说，问乔妹说跟西哥有没有代沟？还要给奥特曼过生日，我可比他成熟多了，真的是，是不是？还买玩具？嗯。换乔妹的方言。我是东北话，我东北话所有人都听得懂。干啥呢你？待会儿去哪儿啊？哎呦，可以。你健身呢？带我一起呗。有教练吗？男的女的？男的是吗？关你啥事啊？管好你。是帅吗？比我帅还是他帅？你说，带我一起去呗。可以，不需要教了，啥都会。我们几个。嗨嗨嗨！这回轮到喜子来。大家来晕过去了。哎，啊，哇，这个喜子也不错哎。觉得你的比我好看多了。没有，这个喜子比一比，差不多了。哪个喜子？来。哦，对。对，补上我们大婚的仪式感。好。我们之前漏了一个小环节啊，对，就是我们情话刚刚上海话念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我们还没有吃惩罚的柠檬的哦，对吧？是我吃啊，对。来，喜哥，豆豆是他吃还是我吃啊？应该是他吃吧。我吃，都要吃，都要吃啊。所以那就是来吃一个，一个人吃一人位也可以啊。特别酸。我来一个绿色的，这就是看到甜甜的 CP 之后的吃了柠檬的观众朋友们是吗？哇，我们当地还代餐还会要惩罚，太可怕了！你在吐的时候，啊，晕过去了，对吧？柠檬很酸，但是我们的 CP 很甜，是不是？好，哎，我们其实现在也差不多到了我们最后几分钟了，然后也希望可以，哎，我们两位朋友能够用角色的口吻来给大家安利一下烟雨赋，对，西哥跟乔妹，以角色的口吻啊，嗯，必须要看烟雨赋，不看我就发疯。你们必须得看烟雨赋。不然我拉到你，拉到你，不然我会把你带到劈柴处，好好审问一番。嗯我们最后还有几分，还有两三分钟时间，然后大家可以弹幕再互动一下。别走这么快，别哇，十万人了，哦，一开始就几百人，马上十万九千人和十一万了。上综艺《最后的孩子》是谁？我不能告诉你啊，你得看。为什么他们说理想理想理想啊？理想理想什么意思？是想要问两位自己的理想型是什么样子？理想型是不是剧中对方的样子呢？对，就是如果是西哥的话，你的理想型是秋烟这个感觉的女生？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她自己，我觉得女生必须有她的自己能力去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甚至我就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媳妇儿的话，能和我一起去做更多的担当。嗯，小妹子会喜欢梁毅这样的形象的男生吗？会啊，我觉得梁毅是说的很少，但都做的事儿让你觉得他简直是太男人了，然后觉得他永远能帮你支撑起一片天，然后他还很支持你的梦想，你想要干嘛他都会帮你去实现，然后他不只会爱你，还会爱你的家人。我觉得完美，找不出你任何缺点。嗯，就是有担当，都是两位对对方的一个要求，希望他是有担当的一个形象。嗯，对。
然后最后再给我们安利一下今晚更新的《烟雨赋》。二大大上综艺，乔妹喜欢话少的，确实。片场最好玩的事情是什么？片场最好玩的事情打蚊子呗，互相那用用电蚊拍，天天拍蚊子，噼里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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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打蚊子对。对。然后就说：“你这是个蚊子。”脸上有蚊子，不这蚊子，天哪！播也结束了，然后两位也可以114,000啦，那就希望大家多多看我们的《烟雨赋》，然后。嗯，今天晚上8点腾讯还有20分钟有更新哦。对，然后嗯，就是虐到极致就是甜，然后大家再看一看，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嗯，飞得很慢，一颗星，一颗星，嗯，好，今天晚上20记得看《烟雨赋》哦，嗯，好，好的，好的，一定要看哦，真帅，夸你。确实不错，可以，我帮你看了。我光看自己，我忘了看弹幕了。然后在照镜子，哎呦！好，那我们要走了。那好，拜拜拜啦！然后谢谢大家对我们小破剧烟雨赋的支持，然后他们能走到现在，我们真的超级、幸福，感恩。对，感恩。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们也会更加努力拍更多好的作品，然后大家的意见我们也真的都有收到。最主要是争取二大。对，然后我们也会、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有没有这样的剧本给到我们。是。加油。加油。谢谢大家，谢谢。